半路一朵，半路一朵，欢声喊，半路一朵，南台湾走，台湾南，台湾走，台湾南，台湾走，台湾南，台湾。他讲说北河，我们到北河，我们要去胜利。你们知道这活动是要干嘛吗？知道啊，就是手牵手救台湾啊。一兵一动，一兵一动。觉得很有趣，他们来看看啊。很有意义吧？因为吼，我几乎拢是吼，拢差不多一二十岁，吼，拄啊，咱伫迄个成长中的即个子女安尼，啊，烧金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吼，卖哦中国吼，啊，甲咱霸占，咱爱反对，但台湾要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大家飙起来！我想我写早安台湾，我想到是我们台湾有很棒很多很有成就的人，他们不是赚了很多钱，而他们就是对土地很有贡献。在此我要呼吁全国的民众，在228那一天能够站出来哈，请我们的国家，请我们这一块土地，我们要百万人哈站出来，共同牵手保护台湾，共同牵手请我们的共同的母亲台湾，我的娘呀！也是兄弟拜，这么大，你去看了日子啊，兄弟啊，秀台湾。爱护台湾的人，公众的徛出来，我利用那个共产党人、贵家人，大家手牵手，牵到南台湾民国。基隆手牵着手，沿着纵贯线一直延伸到屏东，现在已经超过100万人。这样所有的参与者，这样是一条路，这就是福尔摩沙之路。100万人的牵手，这福尔摩沙之路，这所有的人呢，我们都要留下这个照片。留下记录，让子孙啊，在这个电子时代，啊，在数位的一个时代呢，随时你的子孙上网都可以看到你阿公阿嬷那一天，就2004年的2月28号下午2:28那一天了、啊。透过我们的数位青年义工大队，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宝贵的一个历史。在第二十八日，来观想大人大人。Everyone will decide on that day to come out and take part in this historical event.So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very successful hand-in-hand across Taiwan, hand-in-hand to protect Taiwan. 代表无限的光明，代表着无限的新生，无限的希望，为这个美丽之岛、和平之岛、富裕之岛，同时也是世界之岛。谢谢您。最后我们就请黄兆龙主席来主持这个发问。如果任何记者有朋友any questions？ 啊，这个这个活动是全民大团结。作群大好解活动，咱希望第二八这天，因为工作上袂当出来手牵手，诶，所有诶乡亲朋友会当就地来甲你所有会发生诶物件，共下晡2点入结婚诶时阵来参加。这个228所谓的这个运动，它不管在历史上，在
文化上，或者是不同艺术上，他们创造一些非常珍贵的价值。那有这个记录，留给我们的子孙，说我们这一代曾经有超过100万人的出来，手牵手来，欢欢喜喜的来守护台湾。所以我们，从这个守护台湾大爱呢，成立这个记录小组哈，将来把这个记录要传送台湾。我们所期待的228百万人守护台湾的运动，明天要举行了。报告一下，明天是以整个台湾为舞台，以整个台湾为舞台，然后从基隆的和平岛，沿这个纵贯线，主要是纵贯线哈，在苗栗的地方有进入三线是台13线，不然大部分是台1线，然后就沿线来到屏东的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昌隆村，所以说叫做从台湾的和平一直到国运昌隆。妈祖来同胞，伊嘛甲咱手牵手，心连心要来共同爱台湾。妈祖加油！妈祖加油！那228牵手活动，我还是一样那句话，我就是爱台湾，然后我爱我的国家这样子。然后我也是一样，我刚跟我老公讲，我用那个心情去，那我也是用那种心情，好像家里有喜事那种喜悦的心情去的这样子。然后我也会拉我的。亲朋好友去参与这个活动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思，还蛮有意义的。这样子，不管是针对228还怎么样，但是主要是它是护台湾，我们就是用行动表达出来这样子。我觉得站出来就成功了，真的有很多啦。因为台湾的话，可能比较容易站出来，比较敢。马祖难，说实在，真的，因为你如果不出台面上，马上就被他做记号了，很明显，而且人家还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一旦又连任之后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就比较敢啊，就这样坐下来谈了，好，然后谈得更深入、更贴切一点，而且讲得比较怎么讲，他就敢跟你敞开心胸跟你去讲了，有的没办法，因为毕竟啊环境不一样嘛。对，环境不一样，所以造成的，所以慢慢来了，我是这样觉得。去那个高中，哦啊，那个演唱会。啊，姐，你们去多少？啊，对啊，姑姑你们去多少？台北科技大学。其实，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刚好在选举的时候在办，所以又被人家又是被贴标签说，那这种选举造势，对。那假如说撇开选举因素不谈的话，应该在思考这个活动意义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把选举的思考排除在外，光单纯就这个活动意义而言，赞。选举的时候喜欢谈省级，我觉得其实在年轻一辈，我们哪会去分什么省级？不可能说你是主，我哪去分你是客家人、外省人？后边的后边有啊，其实很好笑，可能是因为大家会怕吵架来干嘛，所以都不喜欢去碰触到这个话题，很多会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，你越是不碰触的话，你越不晓得对方心里在想什么。好期待，超兴奋，等待这历史的一刻来临呢、啊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加油 ，man， 加油 ，man， 台湾加油！好。
做爽吗？不错，一定要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，一定要的。觉得历史的一刻，下一代搞不好没这种机会了。对，我们这一代有，这一代有，超爽的，一定要参与这种活动。今天没来太可惜了，叫很多朋友来了，有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，太可惜了。一定要参加这种有历史意义最重要的活动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机会只有一次啊，台湾只有一个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就这样，好，守护台湾，守护台湾，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。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，地理因素跟历史背景让台湾变成一个人家说的私生子，我的感觉是这样，没有一种真正的身份跟地位。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湾国的国民。其实都互相没有人认识对方，但是刚那个时刻到的时候，不熟悉的人用手牵手，那种感觉不同，那种感觉很特别。他好像是大家都，你的理念跟我的理念，你的期望跟我的期望都感官。那种兴奋的感觉，然后台湾有希望哎，它有一天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大家所期望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土、自己的国家。啊，还要领头巾的。对呀。还有头巾，可是头巾还没到，差不多一点，那再过来。你们四个都是小队长啊！你们家的都是小队长啊！可以自己写名字啊！这个衣服是哪边有买？这个在总部。刚去的时候，是看的好像说，跟我们以前台湾的时候一模一样嘛，哈。也正好碰到他们的选举，我发现他们选举真的我很欣赏，人民每一个都是一样，也不坐票也不买票，相当正常的选举哦。他们不管哪一个有钱没有钱，他们都有一个心理想说，这个选举是我们的权利，是我们应该有的，人民不能说拿人家钱，拿人家钱是最不要脸的东西，最不要脸的事情。我很欣赏台湾能够有一天走到这个地步。救民主，爱台湾。这次的公投我很欣赏，我很赞成，希望这个公投能做得很成功，将来陈总统要是连任的话再继续制宪，这个制宪也很重要，对台湾人民不管哪一个族群都是很好很正面的一件事，希望大家能支持这个公投跟那个制宪，是的，这个是历史的写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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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因在你讲小，亲戚阿兄阿弟讲。来，再见。啊。饭的小看酒，看酒啊！啊，回来早一倒啦，不要紧，两点二八分的，搁中华路遐电影吼。对啊，这个有精神哦，讲讲真紧嫩啦。哦，你还？啊，阿伯遐的插针机，你敢会烦恼？伊啊。哈。无啦，这一点啊啦，无要紧啦，一点啊，伊欢喜着，迄老岁啊，迄老岁啊讲，迄老岁啊，是老岁啊。嗯，行行，我那卖几条吃的。阿伯，你便当无吃完？那想到带来也吃啦。唔免啦，到这大大吃无。哦，时间得着啦。袂要紧啦。慢慢来啊，了解。敢有差十分钟？嘿啊，无要差十分钟哩。迄豆豆仔吃饱。好，啊你嘛豆豆仔陪我吃。我陪你吃。感谢你。观众人数2月28日下午2点。对，如果王俊豪谢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巴黎好啦好啦。我是安尼讲，希望讲阿扁也来钓我，安尼感觉讲我安尼真光荣，安尼我最有价值，哦，啊，我较艰苦，我袂要紧。我是看电视啊嘛，无人讲，一直甲我鼓励，伊就讲，啊，咱爱去做台湾，啊，台湾所见所有这机会，我是讲创也要去啦。我讲我的原因，因为咱食到57就无这個活动，你下次有没有机会还不知道。将来阮做囡仔到即马也无办这个啊，啊，只有办，咱有迄机会来参加，毋是，嘛是有特色的无对讲。阿伯人啊讲二八，你有去参加？有啊，我有去啊，吼，啊，咱嘛感觉讲，诶，我参加有对，啊，佫刷落去讲。参加有着，搁有一个意义，讲，哎，无着啊！我一生拄啊一次尔尔，我有今年57，搁才几年我毋知啊。我一生后摆老讲，哦，我拄啊去参加28一摆去牵手，哦，这无定定有诶呢，毋是逐日有啊，我逐日来牵。国民党、亲民党、啊民进党，拢有好有歹，咱卖排斥讲国民党，伊做了好，咱爱甲鼓掌，咱卖讲。伊十项拢歹啦，我心头嘛无讲十项，阿扁也嘛有，阿扁也一定嘛有唔对，吼，阿连战嘛有唔对，但是嘛有好个嘛有歹，咱莫一概理论，一概理论对人伤害真大，咱毋好安尼。我就是啊咧选举，我就是选，我就是我头阮遮林进水，我顶下嘛选了林进水，伊嘛讲伊讲，我是选人不选党，古人古早人讲讲，各有千秋啦，吼，啊刷落去。人无十全十美啊，甲安尼就圣人啊，啊对不对？啊，这十全十美那叫圣人嘞。伊总统伊嘛有一长条啊，较无人会反对啥嘛会吼。啊，不过讲伊的长处啊比伊的短处较侪，安尼咱就讲原谅啊。啊，莫讲短处讲比伊长处较侪，安尼就较无好，因为伊是咱国家的元首，毋通安尼想。我身为一个拖车司机啊，台湾的道路啊，在求学时代几乎都没有去学到台湾的地理环境，台湾的美。我曾听过人家说，如果你要体验台湾的春夏秋冬啊，一天就可以体验出来。他是讲的从嘉义的东石，你开着车子往东走，你就可以从海边一直经过北港、阿里山，这样一路上去。一天了，你就可以体验出台湾的春夏秋冬，这是台湾的美。我自己48岁了啦，我在这块土地也生长48年了。那如果再往前推溯的话，我爸爸、我祖父。都是在台湾了、啊，那我的祖先是不是照历史上来看是来自大陆？他什么时候过来不晓得。
那照他们历史上有记载，就是大概三四百年的吧。那也应该要为了这个国家而那个而保护啊。所以我之所以会出来参加这个牵手护台湾这个228的活动啊，我觉得很有意义。只要你他们讲的套一句政治，他们政治人物常讲的，你喝台湾水，吃台湾米，在台湾土地这块成长的话，你就应该出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因为这个向世界宣称，我们是一个国家。所以你们全家都听扁？只有两个不听扁，那个是一个高三吧，国三那个嘛，那个比较没有，可能有自己的思考了吧。啊，两个小朋友就一样跟我听扁。前两天我在那个教育广播电台听到的朱台祥访问那个许世英，他说少数要服从多数啊，多数要尊重少数。然后他就是还讲很多了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那你应该要站在多数那一方还是站在少数那一方。其实他的回答真的是很有哲理，是要站在正确的一方，不管正确的那一方是多数还是少数，你要执着你所站的位置是正确的那一方。我觉得 这句话应该也可以套在228这个手牵手护台湾这个运动一样，站在正确的那一方，不管他是多数还是少数，我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一方。手牵手，手牵手。228，它本来就是一个，之前它就是一个受难的纪念日。那其实这个活动感觉有点像，就是以他们的受难的那些精神，然后化成一股力量，让台湾更团结。之前想说手牵手有可能吗？可是我觉得今天来这边看，真的有可能。好多人，好恐怖哦！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大型，这么大型，而且我相信没有一个政治活动是会超过200万人的吧。我现在先不说谁会当选，当320之后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出现之后，希望他能兑现他所讲的一些政治承诺，这是一定要的嘛。那接下来就是我希望他把我交的税可以用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当然希望可以在台中生活，不是因为一些工作因素的问题所必须在台北工作。那相对的，台北的生活的水准跟他的消费的习惯都会变得比较高，所以可能像一样的钱，可是在台北生活和在台湾生活就会差很多。我们不需要每次要找新的资讯，我们就必须要到台北。我当然希望你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，甚至花莲，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同的资讯。是觉得这是我个人比较希望的事情。印象特别最深刻就是去乌兹别克，乌兹别克以前是俄罗斯的哈，后来解体以后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。那一次我们也好多人，我们这一次那一次好像30多个人去参加比赛嘛。那结果我们要去的时候，因为也是忽略了啦，我
我们穿的那个制服啊，就是我们一定会穿那个运动服装的那种制服。我们的团体服装，我们绣的是中华民国脚力协会嘛。结果绣的字也不是说很大小小的，可是他们就很厉害。我们去以后，哎，那一天就开幕典礼了。然后啊，中共他们在那边都有大使嘛，那我们跟人家国家都没有邦交，当然就没有大使。他们大使就带那个当地的那个官员就出面了。然后啊，就叫了很多的武警，哎，就给我们整个围住哦，把我们整个比赛的这个团队围住，好像我们是什么犯人啊，或是什么有带子弹、带枪的那种，类似这样给我们围住哦。然后就是硬要我们把那个制服给脱掉，脱掉了才准让我们参加开幕典礼。你看这个这样是对我们好吗？中共这样口口声声说。怎么样？台湾也是他们的一部分，什么什么？可是是这样对待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吗？我是中国人，你又搁惊伊，啊又搁要一直讲我是中国人，又跟他扯在一起，这样不是很奇怪吗？当然，咱的祖先是为大陆来的，这大家嘛是拢知影啦吼。问题我感觉讲，美国人嘛是为英国移民去的啊。你去问美国人，美国人敢会讲我是英国人？无可能嘛。所以我感觉讲。第一点，我感觉爱修正这个做法啦，哈。当然有诶，有当时啊，我感觉讲我是一个查某，可能我的思想较激烈，还是讲较偏激、较固执迄款的想法。我定来甲阮这囝咧讲讲，我若是死了，我你一定蒙白啊，甲我叫台湾。别人无要紧，我感觉我要从我做起，因为我感觉讲我就是生。就是在台湾出生的，我死就是在台湾死的，因为我是这块土地人啊，我不是说什么银铜，不是说什么漳州什么啥，我觉得那个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所以我的感受是说，那是我就是要从这里做起。今天其实我不是因为即落即民众也是即吼阿辉别人提出来，好大家牵手来守护台湾。我是认为台湾身为台湾人，真正是爱疼惜台湾这个土地。啊，这么多人来牵手。在你的诠释，你认为这代表的是什么？我感觉一个意义上，第一，台湾的前途、台湾未来，甚至台湾的这个做国家定位，我相信有足侪人是足在意，他很在意台湾的国家定位。啊，第二，民众有足侪是伊是这个做基本教育派支持者，这都无理由啊，绝对是挺民众。在这里面就是要更加深沉去探讨的，为什么这些人是民进党的这个基本教育派的这个支持者？很简单，就是你过去国民党的所有的一切为虎乱做，所有的基层的家己的百姓呢，真正是看不下去。就借着这个活动，不管你要表达什么，较强的这个意义，就是伊表达对国民党过去啊五十。你也是通知的绝对不管。手牵起来的时阵，因为我隔壁是一个装卡的这个学生，你看伊款手的激动，款手的激动，你就让你感受到，哦，来自这个学生。一般所谓的市井小民啦、
做事人在下阶层迄款的心情，所以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啊，伫这么长的时间内底，你让伫迄个刻，在那一刻，去感受了台湾人民对台湾的感情，那真的是蛮感动啊。毛小一点蛮感动的感觉。爱一个什么？爱一个这个法治的国家在内，用法律、用国家的法令各方面，大家来遵守，来大家共同在这个国家来生存。未使讲所谓用动控制是乌多的来参透这款政府国家的形态，个政治拢干涉个真严重呢。这关键来爱做。牵手你感觉安怎？非常成功，非常成功，吓！非常成功。啊，有啥物感觉无？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光荣的啦。哦，可能未来历史会改变的。以我本身来讲，这边的活动是为着咱台湾人。事实不是讲什么压迫，是台湾人有爱有这志气，这块土地为着这块土地，为着咱的子孙代代后代，都是要顾着这块地。我意义吼，我是认为讲吼，228这个意义就是上重要。咱护守咱这个台湾人吼。在我的感觉是，政党对是什么党，这是无重要，理念上重要。阿妈，甲你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你迄天有去手牵手无？无。无？敢无？啊，报纸有刊呢。迄日咱去阿文的啊。迄日你有去无啦？伊问讲，迄日你有去手牵手无啦？我唔知啊。你有去向阿文牵手无？有啦。我太定会记你啦。有啦，有去牵手啦哦。过来。快点阿姆来看你来。当超前。
大家爱团结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啊，当然，咱尽量吼爱用我政府。哦，啊，政府来听说咱党，来听说咱党啦。哦，卖分，哦，听说党是啥？无分外省本身哪个听说？哦，卖想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差别。哦，这就完全的吼不应该。他们还没来，为什么会来？你们在白天啊？我老婆，嗯，我老婆，哎呀，来来来的。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可惜了，是吗？哦，对啊。哦，啊，因这一关就是要入去分家，啊，因为我想听对啊，哦，哦，啊，去个了去。代理工，啊，这四级安尼吼，拢带队，迄个做省吼，省队无将军吼，将军路，迄路高，路高，吼，那个店前面条吼 A 啊个 B 处，吼 ，A 就是较北边，啊 B 就较南边，嗯，啊我这是呢吼，无呢吼，咱台湾人好，台湾人好，外省人好，是后代遐有了解是讲啊。国在庆祝发生这款掉吼，咱以后吼，外省本大家好，莫个发生地错，诶，也做迄个比赛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讲台湾较有，互你一个是家己的厝的感觉吗？对，就较温暖。外国就较重物质啦，咱有咧传统的这个伦理吼，个人各栋有一个好处啊，无歹处啦。哦，可以做有一个特点，有一个形象出来，这才应该啊。反面爱时间来解决啦，唔是讲一朝一夕爱变安尼就安尼啦。什么人，那精力上嘛是安尼些。啊，都改革一半啦，改革就是改革开始咧，啊，即马佫换，啊，就佫重来啊，这种安尼先唔是办法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嘛，爱有只时间性。啊，你要改革，即个对教育做起啊，唔是遐尼简单啊。人，大家拢有记得惯啦，医生就讲歹，就是固定做来嘛，袂使换的。爱渐渐佫教育，渐渐训练，渐渐来。一步一步来，改革袂得讲随时一朝一夕啦。今仔日这个28小选手这个活动呢，实际上是一个28精神的这个延续，也是咱全台湾的人民，大家将这个台湾心社会情，化作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。你已经看出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情，大声细声，啊，大家都用笔啊，啊用广告，用喇叭声，共同来表现出咱台湾人的大团结。
迄、那个场面实在上是非常非常感动人。啊，一旦讲咱台湾人是真大个骄傲，啊，咱会使甲咱家家孙孙讲，讲迄当时我有参加伫迄、那个对台湾头到台湾尾200万咱台湾的同胞做伙站出来，我有伫遐，我伫遐创造一个。但台湾人的历史，也是世界的历史。天姐，你明仔嘛要去牵手？要。啊，你啥人也想要去牵手？啊，为这块土地啊。为着这块土地啊。嘿。阿姐，你明仔是安怎要去牵手？我要来为着保护阮台湾们吼，我要来牵手支持这个活动。好。啊，你是安怎要去牵手？为着牵手，为了保护台湾。为着自由的理念。三二一，来支持台湾阿扁当选。搁一届较整齐的哦。三二一，来支持台湾阿扁当选。OK。我想要说话，来两个话，来安安安，你们一起唱唱。对不对？啊，你要讲解一下，迄鸡啊是安怎？哦，这鸡啊，我头前。哎，好。哎，这鸡啊，就是迄个台湾要建国的国旗啦。好。啊，这四条就是，紫的是万迄个部落族群啦，啊，红的是迄个客家族群啦，黄的是这个中迄个。中国中土，你看即卖叫外省人的族群啦，唔是个。咖啡色的是咱原住民的族群啦，伊伫山顶拍个屋啊，用咖啡色个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四大族群组合就建构咱台湾国安。恁家己设计哦？吓，无啦，共同作地去设计啦。今天这个场面真的赞的，大家真的敢站出来啊！嗯。爸，你讲足公营哦？对啊，足公营的啊。是啊，感觉足公营。四百年来头一遍的牵手，保守好台湾，还有台湾大胜利。啊，大家都有参与到啊！有参与到，我就快乐欢喜啊！28号这一天，对许多台湾民众来讲，曾经是悲情的代名词，也是愤怒的惊叹号。然而，在历经几个世代台湾人民的努力之下，我们终于从悲情的阴影中
解放出来，我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一步步迈向自由、民主、开放的国家。我们将看到100万个台湾人，由南到北手牵手，把全台湾连成一线，守护台湾，慢慢慢来优化。会说国语，就这样一把你当心的台湾，别爱下一步，爱台湾。吃饭打牌，都只看一眼，你的宝藏画大地都是。吉祥会喜，平平安安，下南边那里好台湾。所以妈妈你给他一拳，一波能量，一大杯一大一喊咖啡。他偏爱一把打给你，他不听出来。哪里有弹出这个上爱简单，但是上发着温暖的动作。一个民主的长城，这是咱台湾人民上爱清楚、上爱明白的表达。咱要啊，世界人讲，咱嘛要啊，总关心台湾前途前景讲。咱爱台湾，咱要好人。对啊，啊你迄路牌啊，你几号的所在？这个野战厕所，哦，大约的时阵，阮差不多第几十年前哦，啊，就做一个样本先模拟啦，吼，哦，了，阮才定案，哦，啊，即马伫外口面哦，哦，阮就做真侪，拢总82点哦，野战厕所第几几班守护台湾去讲哦，要给民众方便的啊。啊，这是别。全国拢是用这个版本，不，这是屏东的版本。屏东的版本，呀，屏东县的版本，咱家己发明的啦。嗯，嘿，安尼啊。真个啦，迄个和平桥头第一台哦，1.1公里的所在哦，迄台发电机讲未发电啦。要，你一定拢无问题啊！即马即个吼，你原本讲即个是迄个亚文咧讲伊家己有发电机，对，哎，即马甲我报讲无发电机啦。哦，对啊，啊即马迄个都在无电咧。对啊，啊即马即个。啊，你安尼来，即拢是较好，安尼免免，你第一样我甲检查。这样子你给吹啊，欸，有啦哈。咱要甲世界各国的人讲，咱台湾人是团结的，有水准的。咱涂骹的垃圾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咱若要走的时阵要脚捡清气啊。好，来，手扛起来啊，手扛起来！咱正式已经要开始喽，已经开始喽！阿弟啊，动战！阿弟啊，动战！阿弟啊，动战！有影的，有影啊！有影的，这个会考的，打我你一个较会啦。啊，来，你安怎处理？啊！迄拢讨论好啊，迄讨论好啊，拢已经讨论好啊。系啊，我听讲哦，等后迄个物件哦，啊，歹处理哦，废弃啦哦，边啊吐一挂土落哦，啊，当顺续搬一丛啊，之外捡落来。哦，系啊，当种伫个迄个坑安尼啊。有对，啊，20年后他来看迄丛树啊，发大长啊。哇，你过来做那过来丛树啊呢？民族的性情。